那边也有哈。那个东边那儿有个 train station。坐对角。L'interiore del pesce azzurro principalmente sconto alle 15. 他不难道都是，他肯定从给他修了一下，要不会这么晚的那个点。这是怎么样？要从这先看的还是？居然没有英语。怪物多大？有什么讲究吗？太大，对，是一个套间，一千人家，原来的一个套间，全部买下去。对，这个叫。Look at this. Wow. 这柱子难道是当时的吗？有可能，他用这个东西给顶着的。对，应该是当时。Let's touch. 对，当时一下是个三千年。3000 years ago. 真是，哦，这原来像是一个中间一个高。现在看。这是一条主街，最大的大户人家。
Thank you.